哥。声音。我是。郑先生，很对不起，我知道你是一个好人，可是我现在还没有做好结婚的心理准备。真对不起啊。没关系啊。我能理解，真的没关系。再见啊。怎么样了？你被拒绝了？我就说嘛，像我这么倒霉的人，怎么可能这么容易走运？嘿嘿，喂，这什么牌子酒？你好脏啊！这是我特意为你开庆祝 party 买的金箔酒。哎对，哎秋姐，要不要一起喝？你看喝够了没有？我们三个一起开 party 嘛，喝这酒太脏了，我怕你喝起来一定拉肚子了。我去买一些更狂野的酒。哥，哥，哥什么？我还烧鸭呢。我去买酒了啊。你慢慢走。哥。拜拜。Oh!